下雨啊。Hello， 现在在太子街长沙。在等巴士。书院雨还是没有停啊，然后这边很大，这边很大，这边是汉族的书院建筑，中国四大书院之一。在下雨，然后我那个朋友没有进来，因为要给钱，那入门票50块人民币。现在在里面走，我应该是走一下我就出去了，因为在下雨，不能走。它这个书院有竹林，后面就是一个山，后面一个山，如果你要爬的话，就爬。我在这个里面已经有一个钟了，然后还走不完，这边真的很大。那现在我应该是要出去了，因为我朋友在外面等我。下一站去橘子洲，湖南长沙这边呢，毛泽东的地方，所以到处都是毛泽东。除了那个书院啊，有孔子啊，有什么。现在我去橘子洲是关于那个毛泽东的头像，很大个。刚才也看了一个毛泽东的头像，就是这个伟大的领袖与导师。OK， 现在就走出去了。我们这边后面全部都是竹林，没什么人，可是刚才那人很多，文青的人很多，所以不是很属于我。等下去橘子洲。这个很大，这是谁？毛泽东，看到吗？哒啦！